几年来还有这种作物。天气有什么风景可以拍啦？昨天下一整晚的雨，早上就没下了。太冷了，祝平安啊，阿贵，加油，最后一段上坡了，露露三五，最累的一天走完，大家都很开心啊。阿森，好了，不要哭啦。最后变成三个骗子，今天很不想走路啊，早天气就很差、哦。阿芬迟到啦，真的很爽啊，阿伦，你也很轻松啊，大家都在玩手机啊，啊，过塔芬山，一路都是陡下，小心哦，整个崩塌掉，到塔芬山路啦，吃饭喽，阿伦。他给我分成八堆的东西要背，很惨。还要再爬对面的南大水库山，提水是没捡鹿角啊！哇，水很大很大，明明就很远，小林他们要骗我们。天气，哎，没有拍到哎。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水了呢。每次这样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，都会有一些许的成就感。小心了。好，虽然最后一天了，但是还是不能轻忽啊！洗澡，洗澡。哎，下山喽！哎，难怪段下山一定要吃一碗爱玉啊！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，拜拜。